主席，審計署增加的開支這麼少，自然是很難是如他們所願，是繼續去做一些衡工量值的一個審計的，是吧？而且衡工量值，如果老實說，如果只是用衡工量值這個方法，也不能夠回應現代社會。原因就不是說你那個邊際效益有多大，即是說使一元買到多少服務或者買到多少貨，而是呢政府首先要有一個施政的目標的 outcome 才得。這個當然是另一個的問題。現在我又說回呢，就是由審計署去揭露的一個輔助醫療輔助隊的問題。咁呢醫療輔助隊嘅問題係咩呢？就係我上一喺個上一個環節就講到去呢，就係話呢由於佢哋呢一個冇呢一個一個制度呢係保障喺醫療輔助隊任內去考到嗰啲執照或者資格嘅人係要留喺嗰個醫療輔助隊嗰度服務一段時間，否則呢他們應該呢是這個賠償。這個制度呢在商業的原則上面呢就是屢試不爽的。原因就是呢你要避免啲人呢是利用這個公帑的支付呢是去當是一個考試場。拿了就走了這樣。其實在這點上面呢審計處不是沒有話說的。是不是審計署就是很強烈地是去對這個問題呢是提出了這個批評的。是不是他的壞的程度是什麼呢？有些就去收回費用，有些就不去收回費用。我引述這個審計署的報告，這個審計署的報告呢就是2011年10月25日醫療輔助隊的報告，有關醫療輔助隊的報告。在那份報告的第11頁 2.19 那裡說，他就說在08年至09年去到2010年到11年呢有125名的隊員呢辭職不撈了，不做。咁審計署呢就抽樣調查啦，我都唔知點解要抽樣調查，喺個電腦一撳就撳到出嚟㗎啦，係咪部電腦有壞咗呢？咁佢就話呢，因為佢抽樣調查就發現咗有21名嘅隊員呢喺完成咗我正話講嘅新隊員訓練之內呢一年內離職。喺呢21名嘅隊員當中呢，醫療輔助隊呢就向9人呢是要收回訓練的費用，九人。咁而但係有個問題咧，就係大家都明啦，21-9咪12咯，即係話有更多嘅人，有12個人啦，醫療輔助隊冇問佢攞翻費用，冇發出到繳款通知書。咁到底咁我諗，而家喺呢個議事堂裏面，雖然間係非常多人。是不是这个异常多到真是冚冚声的人都会觉得哇有没有搞错啊，喂为什么你不问下个原因呢？是不是这个审查就是说典籍记录，如果你是有一个不寻常的东西，就是说呢有更多的人是因为辞了职是應該收回費用，而你沒有去做的一定有個原因的嘛，是不是啊？即是我們立法會的議員啊，趕不到回來開會啊，都有很多原因啊，是不是啊？有些就說我地鐵塞車啊，有些說我病了啊，是不是？我們要交代的嘛。那為什麼這個醫療輔助隊不用交代呢？這個很明顯是沒有做到他們應該做的事。
咁審計署講咗出嚟冇改善喎，個改善非常之少喎，係咪？嗱，咁審計署又講另一樣嘢，又衡工量值啦。咁就講，因為呢一個醫療輔助隊咧，係根據公權力咧，係擁有一啲場地嘅。呢啲場地嚟做咩？就是、訓練嘅。OK， 咁老實講，呢啲地咧係唔俾呢個醫療輔助隊用咧，就會俾其他人用。即係話佢一定有用處，我哋嘅土地咁缺乏。咁但係有乜嘢？有發現咗乜嘢咧？就係、是、原來咧呢、這個醫療輔助隊咧，佢所擁有嘅場地，呢、這個訓練嘅場地咧，預定率係偏低嘅，即係話咧個場擺咗喺度冇人用。你話呢個係咪奇哉怪也咧？嗱，少咗唔緊要嘅，老實講，少咪少咯，有乜問題啫？慣曬噶啦。啊，仲有一個劣跡就係咩咧？當呢一個有人去查佢嘅使用咯，即係話喂，你有幾多人用啊？發現咗個奇怪嘅現象，就係所有呢個政府部門都會做嘅，就係誇大。佢話咧，審計署走去問下佢啦，喂，你到底有五個總區嘅總部訓練設施嘅使用率係乜嘢啊？俾咗佢，佢即刻將啲資料掟俾呢個審計署。點審計署一計，自己揾支一計一計，有關嘅使用率平均多報咗 15%。你話即係係咪太糊塗咧？嗱，其實我覺得喺呢個問題上面，預定率偏低就係一個鐵一般嘅事實。哦，使用率都要報大數嚟呃，即係話呢一個醫療輔助隊，即係生人霸死地啊！即係話你根本嗰個預定率已經咁低啦，使用率仲要低咗，咁你加大嗰個使用率。係，我覺得呢喺點喺呢點上面咧，呢、這、一個醫療輔助隊嘅管理層係難辭其咎嘅，所以我會覺得，醫療輔助隊真係欠咗本會嘅一個交代。嗱，仲有一個仲離譜，咁我哋講2000年咧，使用率偏低咧，咁呢個事物係應該向前發展噶嘛？嗱，喺我哋全香港嘅人咧，都喺度覺得冇地啦，要盲搶地啦，要插針樓嘅時候咧，呢、這、一個醫療輔助隊咧，喺呢一個2008年，即係我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嗰區裏面，即係新界東係我同埋代主席嘅選區，喺2008年先啟用喺新界位於新界東總區總部嘅新訓練場地。我讀出嚟都覺得唔好意思，使用率更只有2%，你話係咪匪夷所思？好簡單，你新開嘅嘢，梗係覺得有需要先至去花人力、物力、財力去做噶嘛。但係你開咗之後，個使用率得2%，有乜理由呢？所以審計署就話，醫療輔助隊需要探討方法，進一步提供訓練場地嘅使用率。但係就本席所知，醫療輔助隊喺呢個問題上面係白卷一張。嗱，各位喺呢個問題上面，醫療輔助隊訓練不足，唔上堂，訓練咗之後走咗去。又唔使俾錢，整咗個訓練場地冇人用，咁自然就係會影響嗰個服務嘅提供啦，係咪？咁呢個服務嘅提供係會點咧？就係嗱，又唔好拗，即係唔好空口講白話啦。呢個審計署咧又發表咗即係同一份報告喺第19頁服務提供3.7嗰度咧嘅 C 咧，佢就話，對當值情況的管理不足，咁點講呢？就係話，佢話由於程式錯誤，醫療輔助隊嘅電腦資料庫未能提供準確的管理報告。呢個係我同你代主席嗰間小小小小小辦公室都唔會出現嘅嘢嚟嘅，
呢個係醫療輔助隊，以便管方監察隊員的當值情況，即係話咧佢管唔到啊，即係個電腦冇辦法，即係冇盲公足，一個盲人，即係盲人騎黑馬，半夜臨深池。那個結果是什麼呢？審計署抽查之後發現了一件事，在2011年2月即是又是我們講了，由那個我在第一次講的時候，由2001年開始有了一個規定之後呢，是距離了10年了已經。他就說在2011年的2月未能遵從 80% 當值規定的隊員數目為47人，而管理報告的錯誤顯示為222人。你差幾遠，是不是？一個是兩位數字，一個是三位數字。而在這個上述的47名的隊員之中呢，被這個管方根據醫療輔助隊指引而降低優先名次的只有兩人，即是47個人呢就捉到了，有兩個人是受到這個追究。審計署未能找到任何文件記錄說明管方不向其餘45名隊員採取同類紀律處分的理由。如果審計署 的管方是做法官就慘了，47個人是犯了同一個罪行，有得兩個人是受到懲處，45個人不用受懲處，亦都不知原因。這個在任何一個有現代管理概念的這個機構都是不應該出現的。原因就是什麼呢？我們在我講了這麼久，就是說其實他們是沒有記錄的，或者記錄是錯了的。這個是非常之惡劣的情況。所以在這點上面，他必然引起到呢這個對他服務的這個的影響的。這個服務影響其實有什麼東西呢？就很簡單，舉例啦，拯溺啦，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是不是？最近 有一個這個拯溺的工會一集體請假，即刻被這個管方鬧到即是這個狗血淋頭。我舉，而家我係根據審計署提供嘅嘢，點樣呢？因為這個醫療輔助隊呢，係喺拯溺嗰度呢有角色扮演嘅。佢就講咩呢？就係話現時在隊員提供拯溺服務方面沒有任何規定，即係做就得唔做就得，唔係做就36，唔做就36，做就得唔做就得。喺2005年至2009年期間呢，係有217名隊員透過參加康文署的課程呢取得救生員資格，或使有關資格重新生效。審計署發覺了現在有77名，即是三分一到啦、啊、即是少過三分一啦，略略即是35%， 在其資格有效期間從未為康文署提供任何拯溺服務。又進一步啦，初頭就過一洞，就喺呢一個醫療輔助隊接受咗醫療輔助隊嘅基本服務，就唔幫佢做嘢走人，又唔使俾錢。而家好似阿拉伯駱駝咁，又壓多啲，因為醫療輔助隊俾個機會佢，佢就走咗去呢個康文署嗰度學一樣技能咧，係應該佢未必要學嘅，學咗應該做嘢嘅，佢唔使做。有三分一嘅人係咁，喂！呢个咩世道嚟嘅？呢个两位长官，你觉得咁啱咩？所以好多人话：哎呀，你长毛拉布，拉乜鬼布啫？原本政府嘅施政就好似俗语讲嘅老太婆嘅扎脚布，又长又臭。我而家拉出嚟，咪睇到晒咯，系绵延不绝，一错引起另一错，每一个嘅错误都是越嚟越离谱的。主席，我不认为我拉布，我认为我是揭布，揭开火那块果丝布、果脚布。多谢主席。